主料马匹52克培根70克米饭135克辅料橄榄油鱼露葱粒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制作时间10分钟内食材马蹄培根和米饭将培根洗净切粒将马蹄洗净去皮切粒热锅放入培根煸炒至培根出油倒入适量的橄榄油放入马蹄粒炒匀放入米饭炒匀倒入适量的生抽炒匀即可关火放入适量的葱粒炒匀即可上碟盛入碗中上桌后就了美美享用了。烹饪技巧马蹄切大力一点爽口。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